现在的青少年学生必须面对种种的压力跟问题，譬如说是课业的压力、家庭环境以及人际关系的问题等等。那么有些青少年不知道该如何调适，因此呢，有的就选择了盲目的忍受，有的选择离家出走，有的甚至选择了自杀。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的选择呢？我们的心理辅导教育出现了什么问题，又该如何调整呢？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我自己呢，不是啊，青少年的心理辅导的专家，但是呢，现在的社会的情况，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就是在我们呢，周边呢，就有许多的问题。就是在我们台北市台北县呢，离家出走、逃学以及呢制造是非，在街头流浪，在家中啊叛逆，而不能够安分与受己啊来好好读书的青少年时期，人数不算是很少的。这种情况在过去啊有，但是呢没有现在的人数啊更多。这都是原因呢，是在家里边呢得不到父母的适当的照顾关怀，在学校里边呢也得不到啊老师啊充分的照顾与关怀，在社会上也得不到呢社会的呀充分的照顾与关怀。这里边包括的相当多了，不能够说是哪一个部分出了什么问题，可以说是整体的都出了问题的。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啊，父母太忙了，工作忙，应酬忙，而社会啊太复杂了。社会的复杂从电视上可以反映出来，从报纸上可以反映出来，从电影里边可以反映出来，从许多的呀一些这个读物里边呢，也就是文章报纸刊呢里边可以反映出来。这些年轻的人呢有样学样，尤其是在家里边呢，现在的父母们呢不会呀为了自己的孩子的未来或者是孩子的身心的健康，而他们在自己的言行上啊要做啊修养的功夫的。所以父亲母亲有时候会吵架，就当着孩子的面就吵的，甚至于呢父亲在背后呢，在太太的母亲的背后呢给孩子说母亲不好，母亲呢在父亲的背后呢对孩子说父亲不好。那么这个孩子在家里边呢感觉到，第一父母啊是非常不健全的，而自己呢是被困扰的。另外在学校里边的老师们呢，现在第一老师们呢不敢管教学生，这是一桩事。另外呢，如果有一些老师还在管教学生的话呢，家长会来干涉老师的管教。事实上我们今天的老师们已经呢要管孩子的这些老师啊越来越少，而有这良心要管孩子的老师啊几乎现在又不敢管了。
所以是学校里边呢也发生了问题，还是动不动啊是要说老师有问题，那这老师当然不管了。这一些呢是不是都是啊家长的问题啊，也不一定。我们的社会以及呢我们这个时代呢，从西方的观念到我们东方都是这样。我在西方啊跑到很多国家，那么我在美国住的时间比较长，美国的孩子啊是不准让父母啊来严加管教，一定啊是要好好的爱孩子，不能够管孩子的。孩子可以到警察局去告，或者是呢邻居啊看不顺眼的时候也可以打个电话告告，这样子一来呢孩子们呢就没有人管的了，因此孩子们非常的苦闷了。那如何的改善这样子的情况啊，我想啊孩子们从小就最好啊让他接触啊宗教，接触啊佛教，接触啊高级的，所谓高级也就是说传统的，所谓传统啊也就是说大家认为它不会有什么副作用的一些宗教，接触宗教，信仰宗教，在孩子们自然而然心中有佛，心中有神，孩子们呢相信有神，相信有佛，有菩萨，他自然而然呢得到心理上的疏解，也得到啊精神上的安慰，也会啊在家中啊对父母，在学校呢对老师啊有伦理的观念。所以在西方天主教办的学校的教育是办得比较好的，而天主教徒如果说是天主教徒他的孩子们呢也教得好的，而我们现在在台湾呢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是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对于孩子啊会啊带得很好的，所以这一些都是非常好的例子。阿弥陀佛。那么很多人呢都在慨叹我们的社会是不是生病了，因为现在的社会里呢很多的人不断地向前看，一味地追求物质的享受而不顾法律和道德的约束，甚至呢有人说台湾现在是笑贫不笑娼。为什么拜金主义会这么盛行呢？我们又该如何来改善我们的社会风气呢？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为我们开示。其实我们台湾今天呢跟已开发的国家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今天不穷，台湾呢普遍的平均的国民所得已经呢相当的高，如果说有穷人人数的比例是非常的少的，我们每年呢做救济啊，做冬令救济，到冬天过年这农历年之前呢我们每年都办一次，在过去我们呢有旧品旧衣服旧鞋子旧帽子没有破的很多人要，现在旧衣服不但是不要，新的衣服要看一看这是什么料啊，因为这些人来领我们那救济的品的人呢他们的衣服都穿得很好啊，甚至于他们家里边呢有电冰箱的有电视机的，这个是也正常啊，每一个人家里都有这些东西，在过去说来这是奢侈品，现在也变成必需品啊。所以是呢在台湾人的所以生活啊穷贫很少，倒是中国大陆啊有很多比我们台湾呢
偏后偏远的地区啊，比台湾落后。